是，好像肤色有差一点点，跟照片不太像。我才刚从我们部落的丰年祭的现场回来，早上中午十一点以前，我还在海边抓鱼，然后勾海胆，现在就拿吉他了。本来在穿潜水衣的，我的喉咙现在有丰年祭的味道。没有，我的经纪人快疯掉了。你们丰年祭要疯到什么时候啊？丰年祭不是疯了，有人一直call我。其实要发这张专辑，知道这张专辑发片时间刚好在暑假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很挣扎了，很想要发专辑，很想要赶快发，但是其实也知道，发专辑之后，老板我可不可以请假？上礼拜才刚发片演唱会结束，就要说老板我要请假，你不是说你很想要发专辑，发完专辑还请假？我请年假啦。丰年祭是我们的过年嘛，就我来自台东都兰阿美族的祭典活动都在暑假，就现在这个时间，台东都七月份了，然后花莲的话都已经到八月了，到花莲市区以北的话都到九月了。对，我们那边就是丰年祭不是同一个时间，每个部落都不太一样哦。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的感觉，每个人的部落的过年的时间都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唱一个很有丰年祭味道的歌好了，这首歌来自这张新专辑里面的。